Yeah. I don't believe in destiny. I just do what's best for me. Don't listen to my enemies. They're just full of jealousy. Yeah. This legacy, you gon' see what's left of me. You gon' see success in me. You ain't seen the rest of me. I just wanna be the best at what I know. Better than the rest, just watch me grow. Put me to the test and watch me go. This is my quest, I'ma make it known. They call me obsessive, oh I know. Call me selective with my notes. Call me aggressive with my flow. Call me offensive even though Joey ain't gonna lie, life's tough. Try to get by, life's rough. Try to do it right, it's not enough. Even though you try, you still mess up. But I'm still gonna fight for what I love. Still gonna die for what I love. Still gonna try, I won't give up. Still gonna fight until I've won. They say I'm way too obsessed and I've got nothing left. And I'm not quite there yet, but those words they'll regret. Cause I've got something left and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not let them win. I won't stop till the end, no. I'm just fine, so you leave me alone. They say I'm way too obsessed and I've got nothing left. And I'm not quite there yet, but those words they'll be wet. Cause I'm not something left. I'm not something left. 前几球都可以当做一个调整啊， 三球以内都还算合理。 那三球以内如果没有调整过来，可能就会比较大的危险。我们的屏东先輩瑞兆吉正在观看，嗨瑞兆，这边关羽发了一个好球，对方一个做球回来，一个翻杀，哇，非常可惜，小龙这球已经对到球点了，但是没有能够将球封回去。 位置差了一点啊，如果位置再往我们目前看来的右边，应该就挡回来了。对，没错。那前几球一样调整，没关系。一样是小龙的发球，这球对方要选择翻杀，哇，这球轮到冠宇来进行一个拦网，不过跟前球一样，还是差了一点，位置再稍微往右挪一点，可能就可以将这球封回去。 其实我们可以看菲律宾现在发球的这位就是一号，他们的做球手在机动性跟反应啊什么上面是非常的好的。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移动。那我们欢迎嘉佩，他就在我的右前方观看直播。非常的感谢你的支持，女子哈比军团队长嘉佩。对，这球冠宇的翻杀，哇，非常的可惜。 这球做回来并不是非常的理想，那在进攻上面也是只能被迫做出调整。比数4-1。这球小龙做球，一个头，做过头了。这边选择一个快攻。这球是一个 outside，现场判定 outside。哇，那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 其实是非常喜欢快攻的一个球队，所以我们在防守上面两个人交代一定要非常的清楚。比数2-4。太夸张，没事，有了。对方做球手非常的稳定，哇！传到了隔壁场，还打到了对面场的裁判呢。对，对面场的裁判心里一定在想，这关你屁事。
觉得莫名啊，想哭。那刚刚提到的球，其实在小龙跟冠宇第一球上面的沟通其实有点小问题，那好险后来冠宇有及时的去往后追求，做出一个做球。那这边菲律宾一样选择一个快攻 ，outside 球是一个 outside。那这几次的攻击，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很喜欢选择一个斜线的快攻，那所以我们这边在锋网上面可以选择稍微往右攻一点，挡住他们的大脚的路线。萨利卡 PR。哇，这边是菲律宾的一个接球失误，但是球刚好弹回到我们非常难处理的位置。目前比数6-3。好三杀。挡到，那可以看到小龙点太屈前了，对，非常可惜，这球锋网弹得非常的远，刚好压在了我们底线的位置。又来了，惨了惨了，他可能觉得小韩现在是就是泰文专家这样子，泰国媳妇，没错。哦，这边菲律宾想要放一个短球，可惜没有过网。这边冠宇接相当好，小龙一个做球，哇，这球很可惜，没有能够翻过网。要不要把上网底下储存下来？没有，把它背起来，看看怎么写。我们看冠宇的发球，相当好，对方接球发生一点混乱。哇，这球一样是非常的可惜，直接弹到了场外。那可以看到我们菲律宾这边其实很习惯把球做得很靠网，那他们的杀球手就会很及时的跳起来，做非常高度上面的处理。那这是我们中华队比较少出现的一种处理战术或处理方式。小龙选择一个斜线的发球，很可惜没有能够过网。比数是1-4。然后一个做球，冠宇的一个翻杀。哇，这球看起来还在做调整，可能因为场地空间感的问题，有稍微受到一点影响。比数12-4，小龙的一个接球做得非常好，冠宇的一个翻杀，哇，接球漂亮的好球，直接穿过对方的拦网，打在他们的做球手前方，做球手直接定住，动都没动啊，真的，这球真的是漂亮。嗨，立伟学长你好。这边小龙接得漂亮，来冠宇的一个球，小球点得非常好。小龙，这个节奏转换也让菲律宾队措手不及。依旧是一个铁网球，非常的难受，速度非常的快，又上网了。那菲律宾他们三杀的球点非常的高，导致我们在拦网的时候球是由上往下灌，那也不好去将拦网的
龙直接封回去，你的做球手直接进攻。哇，小龙点到了球，直接回去。哇，这球翻杀，是一点绝线，面线王子的攻击。面线王子面线。我们看到，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菲律宾的做球手其实在球封过的时候，速球上面非常的灵活。那刚刚那球，他其实蓄意直接要进行攻击，试图变换整个比赛节奏。那我们看到，不管这球很可惜是一个鏖战。那我们可以看出，现在中华队发球的战术大概是发给他们的杀球手，让他们的杀球手尽量多去接球，然后让他们做球手有一点的跑动。没球，哇，非常的可惜，第一球出起来是一个相当好的位置。哪里？他怎么不知道他还没处理啊？他还没踢到球。Sub ID 吗 ？Sub ID， Sub ID 卡。这是中华队比较常使用的战术啊。那面对技巧性与稳定性比较高，就是尽量变换节奏的方式，然后试图去得到这个分数。哦，这个白带球非常的好。嗨，亚军。嗨，龙伟。亚军现在什么课来着？适应体育跳休吗？早八哎，礼拜四。现在十点啊。我不知道。哇，这边又是一个快攻，有接到小龙在球。哎呀，差一点，非常的可惜，队友对到了。我这边选择一个高度，这球接好，好了，哇，可惜过了网子，又是一个正宗的，又是一个正宗的，你就是由上往下灌到肩膀的那种球，对，看来刚刚的球帽是打到头了，这球真的，这种球真的不是非常的好攻的，可能灌要再长高了20公分吧，可能还不够，哦。这种球其实背风的话比较容易成功，背风的高度其实会比脚风来的高一点。哇，对方的做球手这边直接将我们的翻杀接起来，哇！小龙的一个封号，本场是第一次成功封号，那相信菲律宾也被这一球吓到，小龙的屁股一定会很痛。没错，那到隔壁场可以看到泰国队。在双打的时候，很常用背风来发疯网，把这球救得相当好，换个翻杀，哎呀，差一点，不可惜，没能过。第一局比赛结束，由菲律宾队率先拿下这一局，双方交换场地，直接进行第二局。这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看菲律宾的各位投手，他无论是在处理球或是做任何的变换的时候，他都非常的从容。没错，他第一秒会先停下来看球到底是哪里，然后再进行非常大步，然后快速的移动。球因此可以看到球其实多数都是很稳定的，整个身体的核心控制非常好。那我们。I'm not sure.
好小龙的一个做球很旺，可惜这边这球并没有做好，小龙进球了，这球是一个 outside。小韩我爱你，然后谢喽。那看来刚刚菲律宾杀球手有被小龙刚那个完美的封网给吓到，然后选择一个变线的攻击，可惜这一球直接出了界外。小龙的一个做球，哇，可惜这一球又是有一点过网，对方选择一个快攻。依旧是一个斜线的杀球。You're never gonna make it, you're not good enough. There's a million other people with the same stuff. You really think you're different, man? You must be kidding. Think you're gonna hit it, but you just don't get it. It's impossible. It's not probable. You're irresponsible. Too many obstacles. You gotta stop it, yo. You gotta take it slow. You can't be a pro. No, it's your time no more. Who the fuck are you to tell me what to do? I don't give a damn if you say you disapprove. I'm gonna make my move. I'm gonna make it soon, and I'll do it 'cause it's what I wanna fucking do. 'Cause all these opinions and all these positions, they come in millions, they block in your vision. But no, you can't listen. That shit is all fiction. 'Cause you hold the power as long as you're dreaming.比数一比二。Outside ball。接球，对方射手守得很好。这是界外球。冷静其实这次也蛮强，冷静真的，这边做做做一个做球，依旧是一个，哦，哇，这边由斜线找了一个曲线。You ain't gonna make it, you ain't never ever gonna break it. You can never beat them and they're better than you face it. Thinking that they're giving them, you're not thinking straight kid. No, they don't give a damn, you got what I'm saying. I'm not fucking playing, I'll give it to you straight man. There's too many others and you're not that great man. Stop what you're saying, stop what you're making. Everybody here knows that you just fake it. Nah, I don't wanna hear it anymore. I don't wanna hear it anymore. All these fucking calls, I don't wanna hear it anymore. I'm about to shut the motherfucking door. I know you're poor ass niggas, you're getting hands in the clouds. Talking out loud so proud. You better shut your goddamn mouth. You know I do wanna speak out, it's about to hit town. You're never gonna make it.赛的第二局了，关于头顶接球，小龙翻杀，哎呀，差一点。比数六比二。然后的一个接球，左脚做球，哇，非常可惜，接球只能送回去，送了一个 chance。对方又是一个快攻，非常快速的快攻。你居然用手就把它抓下来，徒手抓蚊子，太恶了，还是先争夺，要放的。12-7，这球发的相当好，也是一个界外球，非常可惜。那我觉得我们中华队这边要赶快解决我们发球的问题。对，没错，其实接连这几颗发球都触界，那也送给对手分数，非常可惜。这球好球，来做做球，也是自己处理，是一个大斜线压在非常球场后端的一个翻杀。其实双人赛的球员需要比较高的各项的身体活动能力，因为可以看到他们做球手也会进行杀球，那杀球手也会进行做球的动作。那看到刚刚这颗球，小龙想要尝试用背攻去进行封网，那非常可惜，球位对对方直接转为打一个直线闪过了拦网。那这边冠宇下场换上的是做球手长影，那小龙转为杀球。不过我刚刚说的一样，双人赛没有太固定的位置。那参与双人赛，两个人都需要非常强的技术以及能力。然后这边小龙，好球！小龙的第一个杀球得分。错。
10-3。长影接了一个好球，一个破球，转了翻杀，再度取分，好球！隔壁很狠，隔壁这个真的很狠。积分板的背面，哇！在几点比赛？你查得到吗？现在比赛？稍稍等，再帮你查一下。我现在手机没有，查的六分线程。我很可惜，强尼这边的发球失误。不是吗？不是的，不是的，是六个。来，来，比数17-8，我们盖一个长影的接球，侧边小龙直接一个侧杀，好球！侧杀打在左边的底线。节目赛比赛是等一下的11点，双人赛对上中国。
柬埔寨，等一下11点双人男子双人赛对战中国，以及下午4点也是男子双人赛对战香港。哇，这个接球被接起来，做球手真的很蛮厉害的哦。这个因为刚刚的球的做接球，第一球接球位置不大好，所以在做的控制上也比较没有那么的完美。中国前女球。哇，这球来不及封，他们一个直线的杀球，没差，反正不可能拿冠军啊。没有，他们就是至少进前八的，才不会那么难看呢。10-18，再来到我们身上，第一个出球，哇，这球。还蛮短的，但是这个球的路线往下的球，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是让它往上跑，这个控制也是非常的高杆。这是一个自己的杀球，哇！可以看到他有这个时候决定做出一个变换节奏，做了一个快攻自己杀，那就差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方做球手的爆发性是非常强的，马上自己做完一个快攻之后，自己跳起来翻杀。所以我们中华队回去可以以此为努力的目标啊！这真的很狠。好球！强烈的做球，找了一个翻杀，又是一个短球。好。那中华队就是一番失落。I'll make mistakes, but mistakes make you strong. Let's break it down for a minute. I want the crown, I'm gon' get it. You hear me loud, man, I'm winning. Yeah, Charlie Sheen, we'll be grinning. These ladies know that I'm sinning. A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I'm closing in the night. Yeah, ain't no point in resisting. Living life like a dream. 正的。这个变现就是想变哪就变哪。上次封网的选手其实都已经有对到位置，那就差就是如何让球往回弹，而不是往外或往下。好，目前比赛结束，周场局数2-0，由菲律宾获胜。接下来下午的3点也会有中华队对上越南的双人赛，那也请大家在准时观看直播，一起为中华队加油。那今天的转播就到这边，谢谢大家。No potion, you're not just chosen. It takes devotion to stay composed, man.